大家好，其实产品有转动的部分或者有按钮的设计，经过时间使用总是会出现耗损的，因而就会发生故障。所以我们公司就着这方面的问题就推出了这个免费上门维修保养服务。只要产品是经我们公司购买又经我们公司安装，产品保养期内我们是包免费上门维修的。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期内上门维修的案例。客人就住在杏花村，他的风扇用了一排遥控就坏了，不能够再控制风扇。因为未过保养期，我们立即帮客人和代理香港未来照明找零件，最终是顺利帮客人维修好风扇。我们现在即刻去片看看风扇整翻好的效果啦。不会好容易坏不会好容易坏你个仔嚟噶系嘛？阿梁生，女婿系啊，你个女都中意到不得了，都中意到不得了啊！撞啱唔知系咪装修咧？个遥控唔知系装修定小朋友啦，是但啦。咁我哋装有保养，唔使担心，系啊。有保养是吗？你最怕的是没保养，到时想找人跟都没人帮你跟到。其实呢，我们这个保养服务呢真的可以为客人省却了很多烦恼。只要产品不是人为损坏，不是因为环境因素影响，保养期内我们是包免费上门维修的。有这么正的保养服务呢，不要犹豫了，快点上来我们湾仔门市看看吧。